菜菜军团来了，大侠爱吃菜菜锅。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要带大家来雾落。OK， 我们今天不是要去不动梦，我们今天要去不动 point 跟朋友吃火锅，要吃火锅来庆生。这边有一个公车站，很熟悉吗？我之前有那个拍去 IKEA 的影片，请看资讯栏。去 IKEA 的影片是在这边搭车，有一次是在这里搭车，然后有一次是走路过去的。嗯，所以去 IKEA 的话 ，B 号出口出来，在这边等，在这边等去 IKEA。OK， 我们现在浦东。MRT B 号出口出来，我们从这边直走，我们要去不动 point， Let's go。 好，我身后这一栋就是不动 point， OK， 那我们要进去咯。这边现在进去啊，都要用手机扫 QR code 的条码才可以进去百货公司消费或者是用餐哦。我们吃的火锅店在三楼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走手扶梯上去三楼。噔噔，这个招牌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火锅店九门江湖 Hot Pot Buffet。OK， 它里面所有饮料、海鲜、肉、蔬菜都可以喝，都可以吃。好，这边其实有两家火锅店。这一家是台湾火锅，它是主打平价的火锅。OK， 我们今天要吃这个，这个是四川来的，叫做九门江湖。里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礼拜五的中午，然后中午时段如果是江湖侠客自助是22:08，然后如果是九门是32:20。OK， 那我们进来了，你看它这边还写。民国年间歌老会啊，给大家看用餐环境。噔噔，这边还有一棵树。好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九门江湖的锅底，它总共有九种经典锅底。那我们今天有四个人，所以我们会点鸳鸯锅。Today we will go to like this one.Pick a turtle soup. Another is 酸菜猪酸菜鱼肉锅。OK， 所以点一个猪猪锅跟鱼锅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点的是江湖侠客，看到绿色的吗？绿色这个江湖侠客，它礼拜五是22:08。然后所有红色字的不能吃，这些红色的都不能吃，这些都是康师傅的饮料都不能喝。哎，康师傅的饮料连可乐都不能喝，连可乐都没有。他就有自制柠檬茶跟那个酸乐茶，所以可乐没有，差十块。酸甘水。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自助区，因为我们现在virus期间我们不能动，所以给大家拍照就好了。这是小上海的小笼包，噔噔。然后还有水果，有西瓜跟哈密瓜。然后这是小菜，然后一堆酱料，酱料现在也是服务员拿。噔噔，酱料车。啊，这样子。OK， 我们的锅来了。这是猪蹄房，这个是鱼。我们的菜来了，这是小串串，然后这个是泡菜鸡吗？鸡皮，然后这是一些火锅料，这是水煎包。
的豆腐，就它那个芝心丸子。它里面有包的酱料在里面，赞赞的。这个是酸菜锅的鱼片，这是猪蹄膀里面的猪脚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还冒烟哦。它里面还有骨头哎，菜菜军团来了，大侠爱吃菜菜锅。大侠爱吃汉堡包，神经牛肉全是。香港是明天公狗福，全部都是菜菜，棒棒的。吃完之后洗泡泡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的鱼姜，这是虾姜、嗯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转眼间，我们的锅变绿色世界。夹娃娃。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